外的一些就业的一些经历。那另外我们有18个荣关会，那荣关会在北美都有，我们将来希望能够继续扩大我们的距离，也做好我们说天主教的教育跟我们的照顾。光谷建校百年，那目前确定是由赖总统主持吗？以及另外目前怎么看，就是有些退将并没有收到邀请函？好，我们最近了解这个事情。那有关邀请函邀请的事情，是由陆军官校及校友总会他们来负责办。那么我想，他们站在那儿，他们好像规划。那我个人在这边也可以评论。因为有看一些退伍军人是不是要前往调遣会岸去参加？啊，去对岸参加这个访问，就你百年校庆的事情，就我们有36个退伍。据人社团跟我们六个我们的退伍会有关系啊，是我们市委陆军的一些单位。那我们的了解，经过这段的宣导，我们这些退伍社团去大陆不多啊，我们的宣导到那边非要违反相关的一些管理法和我们的条例。那据我了解，大概到我们政府陆军官校共担的比较多啊，我也非常感谢。